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好，它是比较适合大坪数的。那再来呢，还有这一种款哦，这种办公室很多，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放在你自己的桌上。哪里买呢？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，记得输入优惠，马上就给你折扣。